那我刚刚也有讲说，它 Black Magic 它会一直持续更新它的韧体嘛，但是持续更新韧体也会有点问题出现，就它每次更新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更多的 bug 出来。像我现在用的是8.1的版本，那我们的音讯输入的部分，我现在如果增益拉到加65 dB 的话，就是直接拉到最右边，我的麦克风输入呢，它的增益超弱，弱到一个。超弱，真的是-40 dB 耶，这根本就是收到一些底噪而已，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那你如果把它拉回到可能60 dB 嘛，你就会看到正常的音频，就是它会 peak 就到红色的部分啊。那如果你直接拉到最右边，它竟然声音就变成一个超弱，这个就是一个新的 bug，真的是很神奇。那所以更新有的时候。所以更新有好有坏，有的时候就哇塞，真的是越更新越糟糕。所以更新是有好有坏啦，就是有的时候会更新出更多的 bug，那就是变成还要等他们。有的时候更新就哇塞，有的时候更新就更新出更多的 bug 来，真的很讨厌，就。虽然有你多了更多的功能，但是有一些原本正常的功能，结果变出了更多 bug 来，这真的很可惜。所以就更新的时候，你要，所以更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变出，所以更新的时候有。所以更新就有的时候变出更多的 bug，像是我们上一次的更新有好像。所以像是之前有一个更新是加了一个，像是很久以前有一个更，像是很久以前这台摄影机有一个更新，就是它多了一个75格，就是。像是之前更新有一个灾难，就是它多了一个。像是之前有一个更新，就是它多了一个 4K 的2.4:1的这个影像尺寸的75张。像是之前有一版的更新是它多了一个75格的影像，像是之前有一个更新就是多了一个每秒，像是之前有一个更新就是多了一个每秒75格的拍摄，那结果下一个更新它那个75格的拍摄就消失了，所以他们又赶紧又多出来，就赶快再更新一次，然后把那个75格的东西又加回来，那。像之前有一个更新是，之前很在很久以前有一个，之前有一个版本，他们更新到一个75格每秒75格的拍摄，结果他下一次更新那个每秒七十五格的东西就消失了，所以大家都一直抱怨说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会不会就真的把它拿走了？结果他们就马上又推出一个更新，就把那个75格的东西加回来，然后还有一些神奇的 bug 把它修复，但是到了现在4年之后的这一个。8.1的版本，就我刚刚讲那个音讯的 bug，还是没有任何解答，就现在没有任何更新，可能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更新，然后就会更多的 bug 出现，就 很神奇，你就要慢慢的等，说啊，他们到底要更新了没有这种问题。
所以用四年挪一排。对啊，所以所以用了这么久，所以用了，所以这些年来这个 Black Magic，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是带着这机，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是带着这台旧的，所以这些年来我就带着 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，真的是环游世界，就是出国到处乱拍，然后上山下海到处乱拍各种，所以到目前，所以现在四年。所以现在4年这样拍下来，所以这样4年拍下来，所以我这样子现在，所以现在我已经拥有这个 Blackmagic 4K，所以我目前已经拥有这台旧的 Pocket Cinema 4K 4年了，那完全没有一次是拍摄到相机有问题，可能过热还是干嘛，这些完全都不是个问题。你只要给它电，给它记忆卡。它就会一直动，一直动，就还蛮厉害，有点像阿里的精神嘛，就很耐操。你只要给它该有的东西，就可以一直动，一直动。如果没有遇到说什么插孔坏掉啊，或者是什么 HDMI 坏掉啊之类的，因为我可能都还蛮爱护我的摄影机的，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出现在我上面，那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所以用了，所以旧的这台我已经用了，所以旧的这一台摄影机嘛，那我觉得 Blackmagic，那我觉得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它的硬体也都很耐操啦，就是我这样子，在上山下海、高温低温这样拍摄，全部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像台湾这样很湿的环境也没有问题，然后或者是出国很干的环境也都没有问题，所以真的是很耐操。然后我也从来没有遇到我拍摄的时候它真的什么过热啊，或者是什么有任何的奇怪的问题，顶多是记忆卡太烂，就 SanDisk 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拍久那个记忆卡就会变慢嘛，那它可能就会掉格，那也不是摄影机的问题，它也会告诉你掉格，那你就换一张记忆卡，记忆卡跟电池都比这台摄影机快坏掉。所以我这样拍，所以我带这些，所以我这样带着我的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，就是这样上山下海啊，环游世界，从高温到低温，到像台湾这种超级湿的环境，或是国外很干很干的环境，这样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就完全没有说哦，摄影机怎么样，忽然就关机吗？或者是怎么样？过热啊这种问题，因为它有内建风扇，也不会有这种问题。你只要给它电，给它记忆卡，
电池跟记忆卡可能还比相机快坏掉，就真的记忆卡有时候就是录久了它会越变越慢嘛，那你就可能就需要去换记忆卡这样子。那摄影机本体是没有问题的，它也会告诉你说哦这记忆卡变慢，它就掉格给你看，但摄影机本体没有问题，你只要有给它电有给它记忆卡，它就一直拍下去，就有点像 Arri 这样子，很耐操啦。那可能是我也很爱护我的摄影机吧，那些插孔啊HDMI 啊、电源啊都没有被插烂，那别人可能就是比较暴力嘛，那些插孔可能像是那个电源输入的，他们就凹到，那变成可能电源输入就没有办法输入，但我的就是都放在兔笼上面啊，所以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最后结论，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觉得摄影机像是动态范围那些，我觉得都不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。就我觉得现在的摄影机，就最近这十年的摄影机都不会烂到哪里去，就它的动态范围再多那一档半档，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什么差。你只要好好的控制你光线，像是我们这样一个环境拍摄。有光线，你控制好你的光线。我现在用 GoPro 这样子拍，看起来也颇棒的吧？那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小小的相机都可以拍出好影像，你的 iPhone 都可以拍出这么好的东西。那你的摄影机，我觉得你也不太需要去一直去更新那种商人在告诉你说啊，我的对焦又变多快多准，然后多哇塞，颜色变更棒，然后我的又多了什么哦什么风格档，那个 log 档给你加上去 ，S log 什么 C log 各种的 log 档，然后你又要在那里套什么神奇的 LUT， 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反正你用了一个很基本的相机，你也是可以拍出好影像的。我觉得那些商人也不知道在。就是他们要卖东西嘛，他们也只能让你哇，好像很厉害，拍拍手，我好想买那一台相机哦。